马上可以开个打印工作室了。现在发现有个仓库真棒。就是松松垮垮的，然后他还把这个厨给包进去了，应该还是打相纸然后买相框会比较好，那个油画布不太靠谱呀。话说早上问了几个人有没有水平仪，他们都说没有，不过 iPhone 上面有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所以看看他这么带得进的吗？贴得这么准的吧？不会吧？我真的吗？那这个螺丝感觉都是高低的呀。不可能呀，这么准！我的天哪！赶紧的，好好去健身。那还等什么呢？上面的肩，每天健身经过这，过来这边还是第一次。对，喝啥你啊？年糕哪有？每天健身都会从海底捞经过，但从来没有来吃过饭。今天大哥说要请我们吃饭，然后其实以前吃火锅调料我一直不会调，前面几次吃火锅的话他会帮我调调的。话说吃晚饭的时候把相机电放光了，不过现在只要带手机怎样都可以拍 vlog。 然后现在是礼拜天的7点钟，那么明天见喽。这样给我啊，好不好吃啊。